是有点没有想到的。嗯，但是因为我很相信他第二次肯定可以接上，所以我当时还是比较稳的，因为我一直手在伸着等待他就第二次的交接。嗯，可能是作为一个团队来讲要充分相信自己的队友吧。我希望我们接力队呢就是一步一个脚印，然后呢从大赛小赛都是要互相相信对方，然后把接力棒每一棒都传承下去。